传统老妈让喝多的老爸陷入时间循环。老公，老公，下次别喝这么多了，来喝点茶解解酒。哎呀，还是媳妇好啊！哎，哎呀，那我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啊？到山间去啊，约的12点半。我这都12点了，赶紧去吧。妈，帮我摘一下吊牌。嗯，好了。帮我捡一下。哎呀，你慢点，着急忙慌的。媳妇，我再睡一会儿啊，脑袋疼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老爸又睡着了，快速还原成之前的样子。调回手机时间。老公，老公，嗯，下次别喝这么多了，来喝点茶解解酒。嗯。刚才不喝了吗？啥时候喝了？有点蒙圈。哦，没事，可能做梦了。哎呀，谢谢媳妇啊。嗯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上亲家啊？啊，你咋知道呢？约的12点半。喂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帮我摘下吊牌。嗯。好了，好。咋了？媳妇，刚才这个好像发生过呢，这事儿。你喝酒喝懵了吧？你再睡会儿吧。还把遥控器装进口袋。老公，老公，哎呦，别，这干啥呀？找啥呢？自个儿就喝上了。你咋了？没事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停！你是不是想跟你妈说，你中午去相亲，约在12点半？完了，你找你妈把你后脖梗的这个标签摘下来，然后你走的时候一不小心，咔一下把我的后脑了，然后你就往外跑，哐一下撞凳子上了。你说是不是？那你干啥呀？你没事吧？妈，我相亲去了，约在12点半。去吧。